哪有人不怕死的？可是，朕误杀寒山，满门抄斩，罪无可恕。能死在你的手里，很公平，很公平的。来吧。 说过了，这是我们两个的恩怨，你敢抗旨不忠吗？违令者斩！退下！做一个寒山的好女儿。 剑法退步了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！我恨你，我恨你恨了一辈子。从小到大，我的生命中就被复仇和烈剑填得满满的。 都准备好了，开始跟外界接触的时候，却忽然发现，在我视为大仇人的你，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杀人辱骂草菅人命的人。我简直要疯了，我不能承受这个。于是，我只好封闭自己的眼睛、自己的耳朵、自己的脑子。 我还以为这样管用，可是当我面对了你，我有千百个机会可以下手，可是我总是告诉自己，不能这样太便宜你，我要伤害你最心爱的人，我要你尝一尝一辈子痛苦的滋味。 事实上，事实上是我下不了手，因为你杀了我爹，只是一时的罪人。可是如果我杀了你，就是千古的罪人呢。这不能是我，绝不能是我寒山的女儿啊！ 你想说的对，我是个可怜的疯子，最后落得被自己逼得团团转，转得好累，好累。 是该结束的时候了。
心。韩信，韩信，你这个孩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鼓不起下手的勇气，又不能对不起韩家，所以只好我走，一切的恩恩怨怨就交给老天爷吧。韩信，韩信，韩信。韩信，崔公公，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。相爷，崔浩有难，你不肯帮忙？当年相爷又参知政事，一跃成为正相，当年是谁出了大力气？是我呀。公公，请你速速离去，不然老夫就不客气了。相爷，真的要过河拆桥，我崔浩也没有话说。崔浩现在落得只好亡命天涯，还请相爷支助一二。老夫不能，万万不能支助清帆。相爷真的这么绝？当年你要向上爬，送了多少的金银财宝给我？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，你赶快走吧。好，相爷不愧是老狐狸，崔浩佩服。来，相爷，我敬你一杯，就此告辞。老夫愧对公公，请公公恕罪。世态炎凉，崔浩明白，明白。什么？慧心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我要睡觉了。我明天就要返京了。啊，明天？慧心，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儿。自己多保重。你要不开门，我就在这里站得天亮了。
你别逼我。进来的，我等不了了。啊！回信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哎，起来，还是叫我阿龙吧。回信无礼，冒犯皇上，给皇上乱起名字，皇上恕罪。阿龙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这是绣给我的。不不，是给铁生的。这上面绣着龙凤配，怎么是给铁生的？分明是绣给朕的。我是龙，你是凤。不不，我不是凤，我是小麻雀。麻雀也可以变成凤凰啊。嗯，皇上，你对我说过的话我一直记在心中。你说今生今世只跟阿龙。哦，不不不不，我那是乱说的。我患难见真情，患难中的话都是肺腑之言。我没心没肺。我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就暗自发誓，有朝一日我能平安返京，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女人。不，我不行。不行，跟我走吧。不，我是寡妇，皇上不能娶寡妇。朕要做的事儿谁也管不了。你后宫七十二妃，你想让我做七十三妃？你做皇后。啊，我皇后去世了，朕一直未立后。我站不住了。我人粗，大字不是一个，说话嗓门太大，我当不了皇后，我只能当黄牛。嗯，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收拾一下东西，明天跟我回京。我喜欢的是阿龙。我就是阿龙啊。不是阿龙，你是皇上。我虽然身份变了，但我的人没变，我的心没变。心没变，人变了。我要的阿龙就是个小小的水寇，到处被人追追杀杀，依靠我，需要我，能跟我一起在街上吃小摊，跟我同吃一碗面，你行吗？你到了宫里吃什么没有，穿什么没有？荣华富贵一呼百诺的不好吗？我想打麻将行吗？嗯，朕陪你打。我想光着脚丫满街跑行吗？你我喜欢提着篮子上市集，跟卖鱼的杀价，
跟卖菜的淘淘金两顺便偷他三根葱，行吗？慧心，我要的男人得天天陪着我，打牌的时候得帮我偷牌，跟我吵架的时候得骂粗话，我不高兴的时候得能打他几拳，你做得到吗？朕一样也做不到。今天朕才明白，皇上比不过草民呢。麻雀就是麻雀，永远也变不成凤凰。朕贵为皇上，却得不到你的欢心，这皇上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贵为皇上，坐拥天下，不差我一个。不方便，你快走吧。慧心，让我再坐会儿吧。人家说闲话，我以后还要嫁老公的，你快走吧。慧心，以后找个好丈夫，会骂粗话的。你放心，追我的人差不多都排到东门了，我嫁得掉。这梅妃娘娘死去的姐妹名叫兰心。兰心真是好美的名字，她是怎么死的？暴毙。尸首呢？娘娘入宫之日埋了。皇妃入宫之日便是姐妹入土之时，多少文章尽在其中啊。独立，你去把当日给兰心治病的大夫给我找到这儿来。大夫你不知去向？左邻右舍认识兰心的人总能找得到吧。那一带后来发生了一场火灾，烧掉了三条街，没有烧死的人后来都搬走了。多么巧的一把火，跟兰心有关系的人全部消失。是啊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他的坟墓还在吧？
的意思是，掘坟开棺，仔细检查每一件陪葬品。这寒山将军以死来展现忠臣的风骨，这些年来朕一直耿耿于怀，无法释怀。20年后，韩信竟然为了忠孝两全不上其父的后尘，天哪，这又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。真是何德何能。皇上，您要节哀呀。皇上请节哀，韩信也不愧是名门之后，希望皇上以百姓苍生为念，造福人群。造福人群，跟他一个小小女子比较，朕实在太渺小。一想起韩信死前的话，真是一阵震撼，无地自容。朕无心留恋。大海，在。咱们回京吧。是皇上。皇上，还在等人吗？哦，没有。大海，奴才在。我们走吧。是。有水沟，保护皇上。皇上，小心酒中有诈。混江龙也是条汉子，他会做那种下流卑鄙的勾当？先生，好好照顾宁香。是。齐家。齐家喽！
莲大人，你一定要相信老夫啊！别人我可以不相信，下官岂敢不信相爷？哎，翠公公就死在我府内，大家都以为我是杀人灭口，我是跳进黄河，也洗不清啊！这一定是王爷嫁祸，相爷疏于防范。同一壶酒，我喝了没事儿，偏偏崔公公就中毒身亡。毒是下在杯子里的，这说明相爷的府里有王爷的人。相爷，是谁劝你把尸首抬出去埋的？是管家朱国栋，把他叫过来一问便知。朱国栋已经失踪了，看来不幸被下官言中了。他就是王爷的人，他劝相爷抬尸私埋，其实王爷早就知道大内禁军埋伏在相府门口，逮个正着。这一下我又多了一项欲盖弥彰的罪行了。其实大人想明哲保身，结果却是越陷越深了。我真的是无辜的。如果相爷当初能够当机立断，将崔公公拘捕送交大理寺议处，那相爷就一定是无辜的了，甚至还会有功。可是相爷并没有这么做，你已经违法了。老夫悔之晚矣啊。严峰奉万岁之命拘捕相爷。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们是不是偷懒了？没有啊，我哪能啊！公公，我们都在给您争面子呢。对呀，咱们争面子呢。哎，公公，您这件衣服可真漂亮。嗨，这是万岁爷御赐的。哦，御赐的。哎，公公，您运气可真好啊。是啊，运气，出生入死，才换来这么件衣裳。龙恩浩荡啊。公公，我们早就知道严大人指挥若定，公公您跟杭铁生可真是立了大功了。严大人他才叫运气好呢，杭铁生的人影都不知道在哪儿，就我一个人那拼呐，我命都要搭进去了。崔浩那小子，那是我第一个揭穿的。公公，您可真是火眼金睛啊。哎呦，这件事儿的背后那可不简单呐。崔浩他背后肯定有人。有人。所以皇上才把这件案子交给我办。听说不是交给严大人了？是的呀，严大人。那严大人那也得我领着他干。对，王爷驾到，叩见王爷。哎呦，王爷，奴才公公，你我就不要多礼了，起来吧。谢王爷，奴才岂敢对王爷无礼？哪里呀、你救了皇上，你就是我们皇室的大恩人，我得谢谢你呀。王爷您见外了，奴才为皇上那是本分。哎，我从来没有把公公当奴才啊，
以公公的才干，当个宰相，绰绰有余呀、啊。哎呦，王爷，您真是抬举奴才了，奴才何德何能啊？大海，大宋王朝就需要你们这样的顶梁柱啊！我是顶梁柱。嗯。大海啊，先到相府等我。是。去吧。王爷，兰心棺木已经打开了。查到什么没有啊？陪葬的只有一座古琴，上面刻着“生生世世永结同心”，落款是“一枝梅”。一枝梅，这以琴陪葬，想必他一定是兰心的情人。有个著名的琴师，他就叫一枝梅。一枝梅，先把这个一枝梅给我找来，试试梅妃是不是他的情人。梅妃，皇上。皇上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梅妃，朕在外期间听说你天天诵经为朕祈福啊。皇上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朕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？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一定要告诉您啊。慢一点，别急啊，来坐下慢慢说。皇上，这件事情有关王爷，他封锁了您出巡的消息。哦，那件事儿王爷跟我说了，他做得对。皇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王爷以国事为重，封锁朕为夫出访的消息，这是朕深感欣慰的。皇上，满朝文武可有不同的看法。严峰已经跟朕说了，大臣对王爷有意见，群臣忠心可教。王爷也许有很多做得过分的地方，朕心里有数。假圣旨的事情皇上您忘了吗？朕怎么会忘呢？假圣旨是崔浩去传的旨，可是崔浩居然被宰相大人给灭了口，这件事儿就难办了。朕已命严峰和包公公办理此案。皇上，王爷他……梅妃，王爷对你可是十分欣赏的。王爷，你请了法师夜夜为朕祈福，就是王爷告诉朕的。王爷这个人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，真是光明磊落，大公无私之人呢。启禀皇上娘娘，玉叶已经备下了。哦，阿妃走吧。来，皇上娘娘起驾了。众位爱卿，朕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来，恭贺万岁，平安归来。严大人，你怎么不送礼呀？
微臣没有贺礼。这姓严的也太嚣张了。皇上为服私访，险些铸成大祸，应责不应贺。严大人，慎言呢。严大人一片忠心，朕知错了。将军朱奎为救皇上，英勇殉职，留下妻儿，请皇上恩许朱奎追封为镇国大将军，立祠祭祀，谢皇上恩典。皇兄，严大人护驾有功，理当重赏啊。王爷言之有理，严封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相。谢万岁。恭喜严大人。恭喜严相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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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奏乐。皇兄，这宫中御乐奏了多少年了，已经老掉牙了。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？我给皇兄请来了一位著名琴师入宫献艺。朕是最爱听琴的。琴手是谁啊？一枝梅。兄，娘娘的脸色非常难看，她是不是病了？洛阳，你哪儿不舒服？这儿闷得慌，我出去散散步透透气。小心，小肚子，回娘娘。是。小肚子，你去给我拿杯酒来。是。娘娘。王爷要请一枝梅入宫了。娘娘，别怕。一枝梅一进宫为皇上演奏，我肯定躲不掉。他如果认出我来了，我们那件命案不就掩盖不住了？一定要阻止一枝梅入宫。怎么阻止啊？是王爷亲自请他入宫的。各位爱卿，朕在外期间，梅妃娘娘日日诵经为朕祈福，朕今日平安归来，特赐凤冠一顶。皇上遥旨，赐梅妃娘娘凤冠一顶。娘娘，请过目。这是普通的凤冠吗？皇上所赐必定别出心裁。娘娘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珍珠，
这是安南国进贡的夜明珠。夜明珠，启禀皇上，听说夜明珠能在黑暗中发光，能否让大臣们见识见识？好啊，皇上，骑灯吧，我想看看。大海，熄灯。是。哇，果然是夜明珠，名不虚传呢。诸位爱卿，来来来，一块上来看看。哇，真是神奇啊，闪闪发光呢。来，朕给你戴上。谢皇上。大海，哎哎，来，娘娘，尊身。哦，好美，漂亮。啊！掌灯，掌灯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凤冠。凤冠？哦，凤冠在这儿呢。娘娘，娘娘，凤冠在这儿呢。哟，夜明珠呢？